白湖前舰落水意外呢，是造成三个人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的。当然，海军是持续的搜救当中，但昨天却有传言传了出来，说案发当下的落水者疑似原本只有一个人，而其他五个人都是奉命下水来救援，没想到却造成三人失踪。台湖潜舰六人落海意外，21号午间迄今，黄金72小时已过，至今仍有三人下落不明。军方不放弃任何机会，持续延长搜索行动。而事发当时的情况，有新的说法传出，疑似当时仅一名官兵落海，其他五人是第一时间下水海里要来救援同仁。最初落海的人获救了，但下水救援的现在却有三位失踪。消息传开后，家属浮现质疑的情绪。分三批上了甲板之后，总共陆续有六人落水。事发隔天，海军舰指部也证实，从检修落海到救援，总共分了三梯次上甲板，要下海救人的反而却因此失踪。个别议程内容无助搜救行动遂行，亦不利抚慰家属忧郁心绪，欲请外界勿任意臆测。极渲染为何会发生落海意外，海军调查当中也不放弃一丝希望，全力搜救，希望能得到好消息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